看看新闻网。说起来，现在这个萌娃啊，真的不太好当。关于李湘女儿王诗龄的身材问题，不少人都表示十分的关心呐。丰满吗？有人说太胖啊，担心小姑娘体重超标；减肥吧，哎呦，不少人说影响孩子发育啊。不过，一向十分有主见的李湘，还是给宝贝女儿下达了这个禁吃令。最近照片发出来，哎，感觉卓有成效。时下最受萌妹欢迎的小兔兔，如今也进驻到了王诗龄的家中。手拿菜叶喂兔兔的她，小脸好像瘦了不少嘛。你是喜欢胖胖的还是瘦瘦的自己啊？瘦瘦的。为什么呀？瘦瘦的。妈妈李湘微博晒出王诗龄近况，力证宝贝女儿减肥见效。不过嘛，还是要注意营养均衡的。